我刚开始的时候比较怀疑这样，但我到现在最近就发现其实。 很多人支持我，家里人、公司的人、家宴、剧组的人、我的朋友、同学跟一些看过淼淼的 fans， 他们都很支持我，所以我觉得还蛮有信心的。那我觉得其实真的并不是说志在一定要得奖，我觉得这一部电影可以让大家看到，然后大家可以真的喜欢，觉得蓉蓉我肯定你，我就是那种被大家肯定的感觉，就真的很好很好了。 但我还是会自信满满的去走金马奖。老师说他是新的交换学生，好像来个学期吧。哎，我叫沈爱媛，你可以叫我小爱。我叫戴思思淼，戴思思淼。那我就叫你淼淼了。就是多看一些片型，然后很多元的，就什么片都可以丢过来。因为我也很喜欢看剧本啊，我很喜欢看剧本。 对啊，我就觉得就是可以多讨论，我什么都敢演这样子。你叫我演很丑、很美、很怎么样，我都敢演，就是就很想要多尝试一些，因为自己演的片子也没有到就是真的很多这样。超香的，哇，好好吃哦！我从来没吃过那么好吃的面包哎。叫陈飞，等到了20岁。 就可以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了吧？那你要不要看这次的这一次，做一些在家里不能做的事情？那有香港导演可以找我吗？<笑>对，我其实搞不大清楚，但是是不是要先学会讲广东话？嗯，是吗？不一定的。那真的吗？那好像有一点点机会了。<笑>对啊，应该会，我会就是先这一年先把英文跟法文练一练，这样子，英文练好，然后我也想学一些广东话，因为会觉得。 虽然说英文已经有个底子，但是总觉得广东话跟国语应该很像，就是字也看得懂啊。你们有很多字我还是看不懂啦，但大部分都看得懂这样的，就很想学一下。然后公司的人也是在香港，就觉得可以教他们教我。我听说多听就可以学会，多看港片，把周星驰翻出来看看。